但由君生久未定境，为人攀岩绿林影像，乍起乍灭，希望之念，执着己见，自大妄为，一昧心念，无地错乱啊，将心扣意，造成业障，不知色心，世世世中啊，虚空大地，含蓄妙明，离垢无染，净极明生。用心啊，来体会，来了解哦。但由君生久未定境，众生啊，众生，咱都是安尼，忙忙碌碌啊，生生而来，到底每一生啊，从何处来？咱一世人去何处向？啊，总是咱今生出世啦，都是安尼未啊？一群的众生，不管是多一多的众生，就是安尼忙忙碌碌啊，久未定境，这只是干哪？在咱的生活中的境界里，只干哪认定呢？周围的缘呐，咱五根五尘，五根啊，缘在五尘境里。参加心灵的意识力，心灵的意识攀着外面的定境，这些影像是人的影，是境界的形象呢，总是忙忙碌碌啦，在声尘色尘啦，在咱面顶顶顶啦，咱每一天的周围所接触的物件，都是安尼周围攀岩的啦。沿着这个境界，咱的心念呐，乍起乍灭。一时啊，就起一个心念，心念起啦，真紧呢，就过去啦。这心是忙忙碌碌呢，啊，伫咧想什么啊？要是伫咧做什么啦？心总是定不落来，在希望之念呐。一时啊，专心在家，不知道呢，什么时阵念头啦，去给它转世去，不知世到对多位去了，念头总是安尼团团转，转定呢。念念是喜，不是实境啊。那念念呢，都是妄念，无路用的代志。总是呢，规工啦，
在这样的生活中，在生活只是只有接到啦，接到我所看到，我所听到，我所感觉，我就是要这样。这就是咱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安尼，咱有感觉到无？拢无感觉，以为呢这是自然，所以就安尼埋在一生一世中啦，众生。群生就是啊，真多真多啊！的生命体，每一种的生命体都有伊无同的性，伊的性质拢无同啦。确实呢，天地万物啊，一切。群生就是有各不相同，集体基建，这就是啊，各人无同款的心态，无同款的感觉。确实呢，佛陀讲，心佛众生皆有佛性啊。应该讲，生命是共同体，只是呢，咱的无明习气，把咱分散去啦，分散掉了。你有你的习气，伊有伊的习气，我也有我的习气。个人的习气见解无同，你有你的心灵世界，伊也有伊的心灵世界，也我也是同款，真多代志啦。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无同的看法，所以看法。相违背，啊，都愈来愈造成啊，互相会不调和，那就互相争端，这拢总是，就是众生的苦，一定呢，争端造作啦，现在叫做作。作势，就是各个见解不相同，各个有所争端，各个呢有所贪恋追求，伊的方向，所以完全散掉去。这就是现在人生的混乱，这么这么大的混乱啊，这是出自每一个人的观点、心念，这都是拢总袂啦。人若拢总袂啦，那就是定境啦。都会真乱，涂沙粉啊，那少数也会用的；涂沙粉啊，那大多数起来砰砰硬啊，那就是浊气真重咯。咱静静来思量，来思考，啊，来想看卖咧，这种的浊气。就是啊，人人拢有一点啊，一点啊，人做的累积啦，就是变成了盲目，
蒙眼散布足气，就是安尼讲真重啊！这就是咱久未定境啦，你未我也未，人人通通拢在未，伫迷茫无明中，啊，就是攀岩伫这个境界。安怎那会迷呢？就是周围的环境，把咱引出去，引出了咱呢，真正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就安呢，一直引出去了。所以伫六尘影像。色声香味触法合起来叫做六尘，不是咱原来呢清净无染的本性，已经不是了，是已经被熏习浊气震荡汇合起来呢，叫做尘，妄言散布啦，一尘。境啦，在这种妄言散布的定境中，来看一切的景象，敢看会清呢？未清啦！啊，这个因缘是对倒来啦，就是对咱的心念，杂起杂灭，念咪起，念咪落啦，咱的心呢无定。因为安尼妄念啦，就是因外面的境界，也外面的境界呢，又迷了咱的心，所以呢，希望之念嘛，执着之见，从安尼开始，咱已经敢那知影自己，唔知影别人啦。敢那家己知影家己的感受，我所需求，就唔在别人的亏欠，家己呢满满的做，要搁较做，唔知影前面已经呢挖一个陷坑啦，这个陷坑是家己挖出来的。这证明挖尽了一切，挖空啦，确实呢，家己的蹲积也阁感觉无够，这就是希望之心，一种无实啦，希望，干那心啊，心念。想入非非，无实体，就是我爱坐搁较坐，所以不断去探求啦，应无厌足，这种希望之念，造成真多呢，无明，造成了真多烦恼。这种总是执着，执着己见，这就是我的能力的范围，这就是我事业托真大，也就是让大家人有代志做，啊，我是在帮助人呢，其实呢，托大事业吧，惹来是非业力，扩大伊的业力。愈来愈大，孝顺天地呢，资源愈来愈多，这就是证明家己挖大坑陷阱啦，不自觉浪费光阴啦，这种用在咱这人生的自大妄为。
那昔日已过，明日思见，都是不觉而不知呀。这一昧心念啦，就无地错乱。人人心佛众生，本来依佛同定，人人本具觉性，就是安尼呢，不断贪念、贪无厌足，迷了家己的自性心，所以这一迷落去的心念，那就是失地啦，无地。咱的智慧呢，人人本来具有哦，是依佛懂哦，但是咱已经为了贪欲迷失，迷失了咱的心啊，所以觉性啊，受无明蒙蔽掉去，就亲像灯光啦，已经衰退。安怎会衰退呢？面顶卡着的就是无明，就是尘垢，卡着真侪蒙。所以，咱内心的光明啦，已经透不出去啦。所以外面看起来光明减弱啦，一滴一滴迷弱，一滴迷啦，迷弱去啊，好像这个光明一滴无去咯，这就是无滴。咱若无光啦，外面的境界是黑暗，因为呢无明动前。这无明的定境啊，愈来愈高啊，无智慧，那就会错乱啊。所以，这到底是对多来呢？那就是将心扣意，造成业障，将心意意起所性啊。所性什么呢？所性业，业障累累，因为呢，咱无智啦，一心迷在贪念中，时光滴滴过，业力无明滴滴产生，所以已经呢，都是宿定难。的身躯不由自己，心口意都不由自己啦。随着这个眼睛啊，啊，都安尼直直去啊，所以造成了业障，一粒一粒业的种子啦，愈来是愈多哦。这种无明种啊。愈来愈多，那是因为呢，不知色心，色色色中啊，色色就是暂时，阿嘛是呢，暂时的天气也还是同款不安，不安，惶惶恐恐，不安。在这个世间中啊，因为家己无一个方向，唔知生从何来，死何去向，家己连安尼的念头啦，都唔捌要有过，唔捌要想，我是对倒来，我现在呢，将来要阁对倒去。啊！现在处在人世中，忙忙碌碌，啊！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拢唔知道，只是呢，这个
贪欲一团来诱引伊，一直一直都是往这个由不得自己的眼睛啊去攀缘，这真可惜。所以呢，注定啊，已经这灯光暗淡啦，就是也已经无明假看，失去了光明啦，完全拢是过位。这呢，就是咱的色心啦，在人世中，一世人其实真无安全感，所以呢，才会贪念遐尼多。这就是无安全感的人，这呢是世世世中，在这个世间中忙忙碌碌，其实呢心拢一直真惶恐，真无安定。这就是世间人啦，咱应该爱知虚空大地。含是妙明，离垢无染，净极明生。其实呢，咱有一个以天地同等的德性，那就是真如。真如永远都无离开，就是呢。咱该搬离的生活，其实咱的真如伊体力啦，永远都是上好。只是呢，咱家己的无明啦，该失掉去，用真多真多无明甲遮盖掉，该完全。隔离掉，所以因为安呢，伊失了伊的光吼，失掉了伊的光明啦。这是咱爱好好用心啦，也那无呢，咱永远呐都是伫无底错乱中，找倒来咱的真如啊，这个真如呢？就要用内在心功去找，找出了道理，咱的真如呢，就现前啦。其实真如并无离开咱，咱爱加体力找回来，自然呢，咱的真如就发现啦。所以讲众生啊。各有众生无同伊个性，因为众生各国，个人个生活心念已经呢，各国未失去啦，各国个心念都无同啦，定义伫这个大虚空下啦，天地万物包括人类。拢是包在这个虚空的内底的，虚空伊的体力，就像天地之间，伊涵盖是一个空的真理，空中涵盖着无量数的世界。动物有动物的心灵世界，人类有人类无同的世界。同一个大乾坤，各国不相同的形态，因为世界的形态，同在这个大乾坤的内底，咱人类啦的形态，在人类世界。一来的，嘛是伫这个大乾坤，咱个家己个分开，分开你的心的世界，
我的心的世界，个人生活伫家己执着家己的世界里，这都会袂其实人人应该是爱甲生命共同体，所有的生命啊，都是共款，有伊真如的本性，伊的实体，那就是妙有，真微妙啦！诶，这个真如本性，就是咱的慧命。所以咱因为一昧心念，就是安尼昧去，造成真济烦恼啊！叮叮来甲咱覆盖，惹破了咱心灵迄个地之光，咱呢自然外面的境界啦，咱拢错乱掉去，所以咱的本觉的光明啦，拢总呢去覆盖。咱即当阵，那会当好好去体会啦，也都是伫即个虚空大地中，好好向着虚空大地啦来吹，因为咱就是生活伫虚空大地中啦，虚空所有一切包含的生物。包括咱家己在内，其实咱拢有迄个妙明本觉的智性，只要咱那清楚了解，伫一念心中去寻找，自然呐，这个妙明呐。就现前啦，因为咱已经知影烦恼呢，是在迄个尘境中、六尘影像中啦，那就是虚幻啦。咱是伫迄个所在，伫咧攀岩，只系你家迄个攀岩心呢，该脱离。六尘境的这个影像呢，咱认清楚是虚幻，咱的心定落来，唔通乍起乍灭，唔通念伊生一念，念伊就灭掉了一念，好心起啦，恶心自然就灭。那恶心啦、啊。贪心起啦，善心好念也灭啦。这些一个对比，天平对比啦。所以咱家己呢，也真知影要安怎样，把咱的善念、好念，永远专心保持。这是利益自己，同时呢。也是利益人群，咱若会当安尼啦，希望之念自然对当消灭，这就是离垢无染。咱已经知啦，这种知影天地呢，本来基准着伊的体力，咱已经知啦，知影人人。本具真如本性，知咱来用功，看透彻啦。眼前的景象拢是虚幻，这拢是一个暂时的过程。认清楚，认真来看，原来呢，虚空大地啦。就是妙明啊，真水的境界，
真奥妙啦，真妙有的万物，各有伊的本性存在。看到现在地花伫咧出来，伫出入的过程中，逐天都会看到迄个地花盆景啦，伊的地花已经旺盛起来，地花开啦。又不得自己就去甲看一下，赞叹：哎呀，万物美妙啊！含苞待放，到底什么时阵呢？伊慢慢慢慢啊，在迄个兴奋中，甲这个花呢，不知不觉，安尼呢，展现出来啦，展现出了。叶叶的花蕊啦，因的组织，会当安尼组织啊，真有趣事。一花叶啦，一叶一叶，包裹得足好个。啊，叶未开的以前，啊，伊又是啥物呢？呀，这个花的含苞叶未出来以前。啊！伊又是伫多位呢？奇哉妙哉呀！干那，迄个几蕊花啦，就予我感觉到，这就是天地万物的奥妙。这是伫天地间千千万万种呢，其中的一项是。植物伊个微妙啊！逐早起呐，伫咧讲话，目睭看到头前一盆个小盆景，就会感觉微妙啊！叶啊，本来拢是遮大叶、遮大叶、遮大叶，也有遮小叶，这。这盆呢，几年烫天啦，都是永远这么这幼小的细叶。哦，这个盆景啊，在盆栽里永远就是安尼的大。这为什么长不开呢？就有人跟我讲。啊！那把这个盆提起来，把放在土脚里，这张小树盆景的小树，啊，伊都大长起来呀！哦，是哦，这些物体，伊爱有环境好伊，有安尼的环境，伊就永远的安分守己。在这个小盆栽的内底，伊未活改，就是永远都是安尼。你若回回归大地啦，伊都有自由展春出去。大地这么大，伊会真自由呢，把伊的根啊窜开，自然啊，树长树枝。树叶都随着大自然展开啦，这敢毋就是世间法啦？甲大自然法呢，诶奥妙，所以虚空大地啦，含是妙明，真正的微妙。真正是道理真明显呐、啊，咱家己呢，甲无明呐、啊、烦恼呢，一点一点解看起来，这遮尔只大自然呐、啊，公开呢，只系你人人去用心体会，心态不同的心态，是动。是静的形态，
咱会真透彻、真了解清楚，回归到咱家己的本性，咱见过较清楚，咱的智慧、咱的本性，应该呢是回归于依佛当顶真如的本性，所以咱爱佛地佛见呐，咱爱离垢无染。咱来回归到大地同款，迄种妙明啦，真正呢无私，大地就是安尼，天地由你发展，大地由你存根，这就是这呢，真乎咱自由啦，咱偏偏甲家己定境影像呢。枯燥着咱，所以咱应该爱离垢无染呐。自然呢是净极明生，这是光明一片啊。咱应该爱真用心，咱的体会人间心境呐，咱爱了解。所以佛地佛见，一切都无有障碍啦。只是咱无明有迷思，亦迷理。无明有迷的思甲理啦，咱就是被人甲思呢，甲咱迷去啊啦，在人事中迷啦，所以连理也迷，迷思者就是不达缘起之诸法，所以叫做迷义。事吼，未事啦，未事就是唔知影，唔知影，咱要无通铁，无通达，这个缘的境界，所以咱要过伫这个缘的境界，底下伫咧攀缘呐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受这个缘境呐，甲咱未去。就输也都没啦，所以咱没输，自然呐，咱都会没伫这个俗体、世俗，因为世俗啦、人间呐，无不都是受这个眼睛，咱所看到的景物啦，咱的起心动念啦。去攀缘，去贪我爱，吼，这就是无了解这个因缘起落，所以呢，咱才会去起贪念，安尼呢，都会迷掉了人事，这个人事啦，人间的思想，咱去互迷去啦，这就是障碍俗体，这叫做。迷思，世俗的代志，无不都是名利地位等等，名大要搁较大咧，利多要搁较多咧，那真多代志就是安尼迷去啊啦。所以人生就是安尼真可怜，啊那迷利呢，就是障碍咱，障碍咱呢。迄、那个真理，所以迷思障碍咱的俗体，人情世事啦，咱拢被障碍掉去啦。迷理呢，就是障碍掉了真理，咱不知不觉啊。所以咱爱真小心，
拄则所讲的元气，都爱好好用心，爱去警惕吼，即袂伫迄个环境，咱毋通安尼会障碍俗体人情世故，一切的事物，咱会袂伫迄个环境中啦。所以，咱爱真用心，啊，用心呢，这个道理咱才会当透彻啦。所以讲，正面的文呐，就安尼讲哦，福有数数天下微尘数，菩萨摩诃萨，四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生，咱就是用真紧，会当不断不断无离开咱修行的方向，向前前进啊！咱的心境一直甲菩萨的心地慢慢接触，咱那是精进力较退，无甲来真精进，那咱还是呢？爱过真久的时间，也咱若多精进，咱赶紧学分完成，那就是正一地一地呢菩萨的心地吼。所以已经呢，四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福有三世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。够真侪呢，用这个天下微尘啊来算菩萨的数字，有三个数天下的微尘呢，数的菩萨三生功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比四生搁较接近呐，搁较接近成佛的境界。佛有呢？二世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，二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搁较接近，嘛是一个真侪菩萨，愈来愈接近这个成佛的境界。所以下面接下来再搁讲，佛有一世天下微尘数。菩萨摩诃萨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哇，真的就真紧吼，就是即顶觉地一生成佛，已经真接近啦，因为伊不动啦，再也未过受着纷纷扰扰。一尘境影像呢，安尼阁未着吼，他已经真清楚，心情坚定啦，已经是到达顶觉地。一个日光，一个月光，所照耀呢，名称叫做一世天下。咱娑婆世界啦，
四大部洲，那就是以苏密山为主。啊，苏密山呢，有周围啦，周围东西南北，就该分作四大部洲。四大部洲，也就是东神神洲啦，也叫做神，也叫做神，拢是译音啦。那所以南瞻部洲啊，就是咱人类这一类，咱现在所以西牛贺洲、北极罗洲，这伫世界呢。苏密山的周围，甲分为四大部洲，吼，称为四天下。这四天下呢，共同呢，一日一月，共同一个日啦，共同一个月，吼，这叫做一四天下。那么一生同德，一生啦。都一旦得到，那就是呢，超入妙觉之位。这一生已经呢，登到妙觉位啊啦。所以讲，佛有把世界迷尘所众生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除了这些菩萨以外呢，也阁有把世界迷尘所，有真多真多迷尘所众生一一啦。显示出了呢，因对娑婆世界所了解，不只是透彻娑婆世界，将娑婆世界呢现出了华藏。在人间呐、啊，即地即是净土，这个华藏呢，是佛陀成佛的世界。这个化妆啊，是佛生活的心境啊，是化妆世界，所以就堪忍以明净土，堪忍就是娑婆世界啦。在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咱真如本性啦，无著体理啦，就得呢。汇合起来，所以娑婆即净土啦，也娑婆呢即是华严啦，凡夫即是圣人，真呢就是在咱的迄个一念中啦，各位一念呢是真重要哦。开头甲大家人讲，话说这段啦，真重要。只是呢，咱众生啊，拢是迷在迄个所在。咱现在若知啦，其实即心即佛啦，咱人人无不都是呢。伫这个环境，咱也就是觉性明显。伫娑婆虽然讲堪忍啦，
其实呢，咱心念一转，也是快乐自在。所以，尤其是三宝就是净土吼，那就三心一明修量，三心也会记哩无？修量品的时呀，法心、报心、应化心，这合起来作用在人间，以佛性、觉性，咱呢还是要延续佛陀的慧命在人间。所以三心一明修量，各各法正因心。正因啊，应该是由王子的时代开始文化，一直到现在。中间呢，咱凡夫都是有迷去啦。佛陀甲诸地主呢，人因都是一直呢，就是在人间来来回回啊，也咱就是迷去啦。一直到现在，所以咱爱用心，动求正觉，咱大家人爱真用心来共同向着这条的菩提道努力向前前进吼。再来，佛有八世界微尘所众生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界微尘数就是这么多啦，拢从开始伫咧发心咯，咱都爱开化，因都搁较多人来发心，佛陀的世界也是安尼讲，如来伊应该是愈多世界微尘数的众生开始呢，如来又是愈清楚啦。会晓要发心吼，那处为信心成就，爱互更加多人有信心，落信呢行在菩萨道上，这发心呐愈来愈多，各位真正咱爱相信呐，力量呢就是安尼来起住咱的一念心。一念心清净啦，咱就会当透天的虚空大地，都是微妙的妙法啦。咱的心呐清净，无法不微妙，都是真微妙、真清净的心。你看每一种的事物啊，伊都是内含着丰富的道理。不管你是看到什么，那个丰富的道理呢，咱清楚，这就是咱的智力啊，分析了，这体力，体力了解啦。当然呢，咱的心理更清楚，自然呐、啊，就是离垢无染，净极光明。咱的心无染着，但是呢，咱的慧光呐、智慧的光明呐、就愈来愈透彻，透视了呢，这体力、天地万物啊，伊的真理，咱愈来愈透彻。这呢，爱看逐个人，爱用心，时时。多用心啊！